各位三十四，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五卷，现在是讲的第二十，水大圆通，就是月光童子修水观，由此证道圆通。那么月光童子就说明他修持这个水大圆通的经过啊。月光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前面地大圆通，这个持地菩萨的话说完之后，月光童子要说他的水大圆通，那么就从这个座位起来，礼佛，然后禀白于佛。月光是修这个水大圆通的菩萨的名字，一般人一听到月光啊，就会想到天上的月亮，以为就是那个天上的月亮吧。这里不是的，是个名字啊，是人的一位菩萨的名字，不是天上的月亮。实际上往往会有把这个自然界的万物啊拿来做人的名字呢，所以日光月光都会有做名字的情况。或者是说东方世界有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可是这里不一定是指哪一位月光啊。那么这只是修水观的一位月光菩萨啊。月是水之精啊，显示清凉之意，所以他修水观而证道圆通，因此也许由此啊叫做月光的名字吧。而童子两个字啊就是菩萨的通称啊，例如在其他的经里也称文殊师利童子啊，华严经经常有这种话，入法界品的善财童子，那个童子也就是指菩萨，不要以为善财这个小孩子啊就是善财菩萨。那么这个童子就是指的月光菩萨的名字啊，他是个行菩萨道的人，因此他称作月光童子，简称就是月光菩萨。月光童子他从座位起来，顶礼佛，然后禀白佛，说明他修水观正水观的话啊。我忆往昔恒河沙界有佛出世，名为水天。他说我想到，意思回想过去久远的事情，往过去啊，往昔过去久远多久啊，像恒河沙数那么多的结束之前啊，假定一恒河的沙，一粒沙算一个大街，就是世界尘住坏空一遍啊，像恒河的沙子算尽啊，那么那么长的时间的劫之前，那么这个世间呢有一尊佛出现世间，有佛出世，有一尊佛出现世间，这一尊佛叫做什么名字啊？名为水天。佛的名字叫做水天，就是水天佛。一般注解往往就把这个水天佛呀认为就是晚上八十八佛里面的，里面也有一位水天佛，认为就是这一位水天啊。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断定，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因为经文里面没有明文说明说啊就是八十八佛的水天，我们不能断定是啊，但也有可能是，不敢说不是。不过这个不必去细细研究啊，只是当时
有一尊佛出现世间啊，那么这个佛的名字就是水天。也许这个水天的名字啊，跟八十八佛的水天佛的名字是同名吧。古来同名的很多，不但佛菩萨有很多同名，人的名字也一样是很多很多同名的啊。所以因此之故，我们就把它看作久远之前有一尊佛出现世间，这一尊佛名字就叫做水天啊。八十八佛里面的水天佛也许他们是同名的。水天佛为什么叫做水天呢？一般喜欢望文生义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也是修水观，由修水观而证到圆通，证到第一天。这个天呢，在佛法里面不一定是指天上的天，第一地之理，那是天然之理，本来如是，所以叫做天啊。由修水观而证到圆通，由此亲证第一天，因此叫做水天佛。因为他自己是修水观而证圆通成佛的，所以他也就以自己自修自发教弟子们也这样子做。所以说教诸菩萨修习水观入三摩地，诸菩萨就是水天佛的弟子了，都是学佛的，行菩萨道的，所以有不止一位叫做诸菩萨。水天佛教他的弟子们，所有的菩萨众修习水观啊，修啊，以这个方式来做修行的法门，学习水观灌水的方法啊，就是把水用心去灌，灌成心水打成一片，心水不二，心水圆融啊，到了圆融的境界啊，心就是水，水就是心，就是前面七大的文字里面所说的啊，这个性水真空，性空真水的那一种境界。那么他这样子教修水观，由此入三摩地，就是入三脉。三摩地心意，也就是三摩提，就意就是三脉，就是由修水观而证到圆通，证到三脉啊。那么怎么灌呢？下面说明这个修灌的方法。灌一身中水性无多啊，先灌他自己本身，从内修灌，由这个身体上，自己身体上有水呀啊，从身中的水的性质啊，跟其他的三大不会互相侵脱。人身也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的，地水火这三样东西呀，它也相克也相生，相克会相多，相生会相成。现在这里我们身体上虽然有这个相克相生相克的情况，可是他们不会互相侵夺啊，在身中自由自在的自由运转。例如水是克火的啊，土又能克水，地就是土啊。我们这个身上的地水土三大，论克地会克水，水要克火，相克。论相生嘛，他们也是可以会彼此相生的。地里面有金，地含金，地里面有金，金能生水，所以地里面的金啊能生水大，所以地跟水有相生意啊。而水能生木，因此水中含有木，木能生火，树木的木了啊。
木人生活，水本来是可活的，可是它能生木，而它的木就能生活啊，所以又是相生的。水火本来相克，可是水中有木，木能生火，又变成相生了。而火它因为有木而能生，那么火又能生土，所以彼此又是互相生起的。所以相生是相成，相克是相多。现在这里观察起来，我们身上的这四大彼此都能相生相成，不会相多，不会请多啊。但是有时凡夫身上会发生一些啊彼此重亲不平衡的情况，那只是生病而已啦，不会发生大问题，很容易调和的。现在要观水的，从自己本身的水性方面来做观。粗从剃剁，如是穷尽，精益精歇，大小便利，身中宣乎水性一同。这是身中之水呀、把它通通细细的观察。粗是开头，开头先从自己身上的水分来修观。涕，鼻涕啊，鼻子里面流出的涕就是鼻水了啊。唾是口中的这个口水啊。现在的人呢、很会用口水打仗啊，口水战，这个从前啊，在历史上没有看过哦。还有啊，在所有的词典里面也没有这个名词，叫做口水战的名词，这是现代的新词海啊，叫新的词汇。口水，人人口中有水，口里面如果没有水就不行了啊。所以口中有水啊，吐出来的痰啊，涕唾，这都是身上啊，这个鼻子口中所有的水分。如是像这样子观察全身的水分啊，穷尽，穷就是尽，尽这全身所有的水分，把它好好的做观啊。精益精歇的这个第一个精字，这个精指舌下的精益，舌头济，最济舌下有水，有龙泉呢 啊龙泉就是水呀，舌头下面有龙泉啊。道家叫人时时啊吞咽这个龙泉，就是用舌头去搞在嘴里面的水，把它搞成有水分，然后咽下去，咕噜咕噜把它咽下去啊。这个就是津啊，天津的津的这个三点水的津啊。一时一提，全身内部的五脏六腑都有水的一体啊。精指骨髓里面的这个水分啊。血，全身的肉血脉所有的血液通通都是属于水分。神志主水，不干净的大小便利，小水都是水分，大便也占多数的水分，所以这个大小便利的出水跟身中所有的水分也是相同，通通把它集中起来做灌啊。那么他们这些水分呢，在身中宣敷，宣是转，敷是来往啊。身中来来往往在哪里运转，虽然有清水浊水的不同啊，有干净的，有不干净的啊，但是它们都是属于水分，水的性质的实性相同的啊。凡是有水，必定就有实性，水必定有实性，有实性的才是水啊。因此啊，观自己身中所有的水在哪里运转，宣敷就是运转了啊，身中新陈代谢在哪里运转不停的啊。
那么可是这个水性呢、啊、水的性质的实性彼此是完全相通的啊、嗯。那么因此自己本身的水灌清楚了明白了，然后灌外界的水，外面啊、嗯，见水深中以世界外浮通往上啊、嗯，诸香水海等无差别，这是灌外水。按照华严经说啊，这个大世界华藏世界底下一个大莲花，大莲花上面有很多这个香水海啊，这个香水海中很多这个世界，每一个浮床王沙啊，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二十重，下小上大啊，那么都在一个一个莲花上，这个叫做啊浮床王沙啊，详细呀、啊、在华严经啊华藏世界品就详细说明啊。如果要简单明了，看二阔佛节前面的那个图案，二阔佛节前面有这个图案啊，它有华藏世界啊，这个世界还在图案，看就知道，这里没有办法细说。那么看到自己本身的水跟外面浮通王沙里面啊，就整个世界外又世界无量无边，所有的香水海的水都没有差别，这是说指外水，身上的内水跟外面的外水彼此同样都是实性，没有差别，同样是水。他以这种方式，都是佛教他做观的方法，用这种方式去修观，观内外水打成一片啊。我已时时出尘辞观，但见其水未得五身，这是说他啊修水观的经过。我月光童子自称，我月光用啊这种方式，在那个时候亲近水天佛，按照这个方法修观，初初成就这个水观，观成了。怎么观成了？水跟心打成一片，水就是心，心就是水，心水不二，入定的时候能够把全身变成水啊。地水火风四大，等到它水灌灌成了，地火风通通都融入水大里面，同一水性啊。所以呀、啊、只见水，单单见到水，可是他还不能够把身体忘掉，还有身相，自己的身的观念还存在。意思就是说，不入水观的定，跟普通人一样，有身体，啊，有一切的举止动静，跟平常人一样。入观的时候，他能够把身心整个融为水，啊。这是为的五身，虽然水灌成就了，身体还是存在。当为比丘世中安禅，那个时候在水天佛面前，他在修观的时候，他是个出家人，是为比丘啊、在房世中安禅，安禅就是很安静的入这个水灌，这个禅就是他所修的水灌的定功啊、他在房间修水灌入定啊，他在房间里面就是这个月光童子自己的禅房了，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入灌的时候啊，一打坐一入灌，全房间都是水，他的房间里面就变成整个房间是水。所以我有弟子归创灌师，唯见清水遍在师中，了无所见。他一入定，整个房间只有清净的水啊，没有别的东西，满满在是这个房室之中。他有一个弟子，可能是个小沙弥吧啊，他又来见他的师父，看到师父房间门关住了，关住不晓得有没有在里面，又不敢敲门。那么他这个门呢有缝缝，从门缝里面往里面看，那个龟
这个龟字哈有两种写法，现在我们书本上是门字里面规矩的规，另外一个写法是这个宝盖头下面一个八，写字啊，动写的写字，下面写个龟啊，写字下面写个龟啊，这也是龟，这两个字是同字异体，同样的字啊，体写出来的字体不一样，但是用途相同，意义相同，所以这个字龟窗观石的这个龟，写门字的龟也可以，写鞋字头的龟也可以啊。所以有些其他的楞严经或者注解，你看到有这个宝盖头八字下面一个龟，这个龟跟现在门字的龟同样的，只是一体而已，写法不一样啊，它的用途是相同，所以都不是错，不要认为是错，不要改。他的弟子啊，这个可能是个小沙弥，他来看师父，门关住了，门关住关着看不到怎么办啊？从门缝里偷龟，这个龟本来就是个偷看，从门缝里看进去，哎，好奇怪哦，房间里面只看到清水，干干净净的水，维持单单。只看到整个房室里面满满的水遍在室中，周遍在整个师父的房室里面，其他没有东西了，了无所见，其他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小孩子同吃，吃死小孩子了，这个小孩子就是小沙弥了，无知，他不了解，不知道师父入观，他看着这么奇怪哦，房间里面是个整个是水哦，那么他就好玩啦，找了一个小瓦片，同时无知，取一瓦粒投于水内，即水作声，顾盼而去，好玩啦，小孩子看着满满的水吗？哎，可能是有窗户吧，他把窗户稍稍开了一点点。拿了一个小瓦片往窗户的缝里面就把它丢进去，大哦，有水声，有声音丢进去，而这个看到这个瓦片呢、就从水里沉下去了，沉到下面也能看到那个瓦片，积水作声，丢进去会有声音，他丢进去看了一看，顾就是看看了已经想走了，又回头再看窗户关起来看进去还是水，那么因此他就离开了，这个月光童子等到他出定之后又恢复原来的身体呀、我出定后顿觉心通，他一出定啊，因为给小孩子投了一个瓦片这个瓦片在水的时候投进去，在水里，等到他恢复原来的身体呀、您应当要知道这个瓦片就藏在他的身体里面呢，就在他的身体里面，因为那个水就是他的身体呀、所以这个丢进去的瓦片就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一出定觉得心很痛，顿觉心痛，丢到他的身体里面嘛而现在这个瓦片大概不大了这个瓦片就融在他的身体里面带在身上，他不知道他入定，他不知道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如舍利佛遭以危害鬼，舍利佛进阿罗汉国以后，有一天在恒河边打坐入定，一个叫做危害，一个叫做腐害，两个鬼从空中经过，看到舍利佛呀，这个危害鬼看到这个福害啊，抓住拳头又打舍利佛，危害叫他不要打他，福害说你说不打我才打，打打看，抓住拳头往舍利佛的头捶一下，然后走了，那么这个时候舍利佛出定之后就觉得头痛，头好痛但是为什么会头痛不知道，那么
佛跟他说是这个福害鬼打你，危害鬼危害不打，是福害打的啊。这个呢详细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他被福害鬼打了一拳啊。佛说如果你不是定功熟身呐、啊、普通人的话，那个头已经变成粉碎了啊，还能存在吗？现在你只是痛小事情了、啊、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他说这个月光童子啊，当时的经过被这个一个小瓦片丢在水里，现在就在他的身上哦。他当时的感受啊，就好像这个舍利佛遭到福害鬼所打情况一样，头痛。他不过舍利佛是头痛，月光是心痛啊。他心里在想，我自思维，今我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缘，缘何今日复生心痛，将无退失。他出定之后心里在想，哎呦，我已真正到阿罗汉道了，阿罗汉的道果我已经成就了，应当我老很久就离开这个病的因缘了。普通一般凡夫受病啊，是由内四大跟外四大彼此相多发生毛病，因此一大不调百一病生，所以有病。他已经证阿罗汉果啊，应当是不会有这种情况，久久就离开病的因缘了，应当不会病了。缘何今日我忽然间心痛起来呢？是不是阿罗汉果会退失吗？动这个念头的时候，小沙弥又来了。接下去经文说，二十童子皆来我前，小沙弥啊，刚才没有看到师父，就那么整个房间都是水，太奇怪了，赶快又回来，想要看看。哎，这个时候回来，师父的房门已经打开了，看到师父坐在这个禅床上，啊、嗯，劫就是快，很快就跑到他的面前来，啊、嗯，他就说上面的事情，说什么事情啊？哦，师父啊，我刚才来看到你的房间里面没有你，可是只有整个房间都是水耶。哎，我看到这么好玩，都是水，我实在很想到里面去游泳的，但是我不好意思，不能在师父房间里面游泳吧。因此啊，我在外边捡了一个小瓦片呢、啊，我从那个我这个窗户的缝缝里面把它丢进去，它哎有声音哎，水有声音呢、啊，那个瓦片就沉到里面。哎，你怎么这么搞啊？啊，不对不对，你丢瓦片就不好了，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你等一会儿如果再看到我房间里面又是水的话，发现那个瓦片你看到的话，门打开进来，把那个瓦片捡出去啊，记得啊，不能忘掉。哎，月光童子这样子交代他的弟子啊，就是下文啊。那么这个童子跟他说前面的事情，我这告言，我就跟他说，你更见水呀、啊、口气开门入此水中，除去瓦砾，啊、嗯，等一会儿你再来，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又是水的话，你就把门打开，你丢进去的那一块瓦片呢、啊，你把它捡出去，啊，不能问所以然，为什么不能问这个，你就照做，啊，小孩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啦，啊，所以童子奉教，啊，后入定时啊，还复见水。瓦砾宛然，开门除出，那么不久他再入定，那么、这个小沙弥童子又来了，又看到整个房间里面满满的水，门一打开一看，哎，瓦砾还是存在，还在那边，那么他就开门了，门打开就跑进去，就把这个瓦片拿出来，拿出来之后，我后出定啊。身之柔粗，我出定之后身体的体质恢复原来健康情况，不会心痛了啊。那个心痛就是那个瓦片作怪，是他的徒弟给他的啊。现在把那个瓦片拿出去了，没问题了啊、哦。有没有想想这个小孩子把门打开，水有没有溢出来？普通的水一打开它都泄出来了，
而这个童子把门打开，会不会水溢出来？不会，不会，因为它这个水是有范围的，跟这个豆腐块一样的啊。它、哦、这个门打开了，它还是水，满满水啊。门打开了，水不会泄出来，而童子跑进去到房间里面去啊，把这个瓦砾抓出来。我们没有办法问到这个童子他有没有一身都是水。普通的水你跑进去啊，必定是一身都是水。奇怪的是，这个童子进去瓦片拿出来，一身没有沾到一点水，不会沾到水，看是水，进去不觉得是水，而把瓦片拿出来啊，全身都是啊，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一点水的样子。就是那个水呀，你看起来是个水，进去不像水啊。那种境界啊，是很特殊的，是只有他们禅定境中才能有这种情况。在房间里坐入定，整个房间都是水。假如他在这个讲堂里坐的话，他必定会把门关起来，整个讲堂都变成水，他的身体就会融成水分，整个讲堂里面只有水，把地火风三大连空通通融成水，还有他的根是都融成水，只有水啊。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天台家的这个有一句话说啊，一切法入某某啊，都不能超过某某啊，一切法入于青色，那么所有的万法通通变成青色，都不能超过他的境界，就是这种境界啊。他一切法入水，通通成为水。既然一切法认为入水就是成为水了，那么他在水中融合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就是水啊。所以一法入一切法，一切法融为一法，就是这种境界，这么不可思议。那么因此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知道当时水天佛教这个月光童子修水观了，这个水观修成之后，能够把身体跟外面的水乃至所有万法融为一体，只有水没有别的东西，一入定整个都是一样，都是水，出定了恢复原样啊。这就是水观的功夫，让他所成就的境界就是如此。因此之故啊，古来所有的著书讲到这里都会引证一些有关水观的事情啊，来证明说这个月光童子的水观真正的事实啊。我们先看这个圆印法师的讲义啊，他这个讲义里面这一段他有两行多的文字的解释，这样写，在圆印法师讲义第十四卷啊，全部的顺序第824页里面啊，第三行开始，他写说后梁汉州绵竹县水观和尚时寇作乱欲入绵竹，水观和尚即作水观，观绵竹县全县皆水，寇至唯见望洋贼国，不见县境，全县人民皆免一难，可证此意。这是圆印法师讲义的原文啊。他原文举个例子说，他说我们先顺着文字消文一下，他说后梁时代汉州的绵竹县有一位水观和尚啊，那个时候因为寇就是土灰或者是叛乱的人啊，这个坏人呢、啊、皇外地方的这个寇啊作乱，想要入绵竹县呢来破坏，那么水观和尚就入水观啊，
它一入水灌呢，就灌这个绵竹县整个县都变成水了，只有看到水。所以这个寇盗来的时候啊，只见到水，望洋贼国，看到绵竹整个都是水，没有别的东西，啊，不见县境，没有看到绵竹县的县境，啊，那么因此全县人民啊都免于这个灾难，不被贼寇所伤害啊。那么这个事情可以证明这个道理，这是讲义里面说的话，啊。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事实，这是两种事情，两样事情都是修水灌成就，是中国的高僧传里面的中国人修水灌成就的历史，不过跟这个讲义里面所说的这个事由啊有不大一样啊，因此我把这个讲义这个文字提出来之后，我们接下去要把这个水灌修水灌成就的这两位高僧提出来说明，然后再汇合讲义里面说的是不是正确啊。刚才说到在中国佛教里古代的高僧呢也有修水灌成就的记载，按照刚才引用的圆融法师《楞严经讲义》里面所引证的这个水灌和尚，他没有标出他的大名，高僧传里面呢有两位啊是修水灌成就的这个高僧，先说第一位，名字叫做法净，佛法的法，精进的净，法净禅师，他是哪里人呢？因为他没有记载，不得而知。在高僧传里面说不知氏族啊，啊，他是姓氏，在家姓什么，是哪一族，什么地方人，没有写。啊，只写他住在四川的这个绵竹县，啊，他在绵竹县响应山，响应山山上有一个寺庙。叫做玉女寺，啊，金童玉女的那个玉女寺，啊，这个玉女寺里面有这么一位法净禅师，啊，那么他是修水灌的，啊，他修水灌了，经常就在这个寺的后边有个竹林，很多竹子了，后边山上竹林里面呢。有一个平台的石头，好像一个台子，这个平台的石头上面呢、横平嘛，正好打坐，他每天天一亮就到那个地方去啊，在石头上石板上打坐啊。那么其他的这个灵异事情不要说，单说他的水灌情况，他水灌修成之后啊，一到那个打坐的地方，一坐下来，一入观，石板上面他原来坐的这个人呢、啊，就是变成一个整套的水，人的坐的范围之内是一个水，但是周围都没有框框，水不会溢出，啊，就是人走到那个地方，看到这个石板上面像这个桌子这么这么宽，啊。这个四方形的啊、在哪里，这个水呀、啊、很清，非常清，有一天啊，这个市里有些人到后边山去捡竹子捡柴，哎，看到这个石头上很特殊的，上面有一个水，而这个水又不会溢出，非常清亮，很干净啊，漂亮得不得了，因此这个看到水的人呢、啊，他就好奇呀、啊，啊，就旁边正好有这个白色的石头，捡了两个小小的白石啊，就把它放到这个水里面去，那么放进去它就沉下去，沉在这个石板上面，看得清清楚楚，两粒石头就在石板上水里面，哎，然后他去捡口柴回去了，到了晚上，这个水灌和尚就是法净禅师啊，
说定了，说定就是恢复人身了。哎呀，背痛，背痛，可能他放石头的地方刚好是他的背，啊，觉得背很痛很痛，啊，可是不能不回去了，回去就觉得一直背痛，啊，就问你们有人上山啊，看到什么吗？这个时候那个检查的人就说了，我在早上去啊，看到一个石板上一堆水，哎，又不会流，哎，我看了很好奇呀，捡了两个小石子，白色的，放进去。哦，他知道他这个背痛就是出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交代说，他也不说话，你明天哈，明天你再去，看到这个水里面有两个你放的小石子啊，麻烦你帮我捡出来，记得一定要捡出来，不能停留啊，啊。可能常住上的人也会有人知道这事情吧，啊，那么因此第二天这个捡柴的人又上去，哎，又看到这个入这个水罐湖上入罐之后的这个水啊，一看昨天放的那个两个白色的小石子啊，就在这个水里面清清楚楚，那么手着伸进去把石头捡出来，特殊的地方手伸进水里没有水感觉，石头捡出来水手里没有水，看是水，啊，那么捡出来以后事情就没了啊，从此啊身体也就不通了啊。由此可以知道，有些注解就引证这一段文啊，说这个事情跟刚才讲的那个月光童子的事情完全相同啊。月光童子是他的从这个小沙弥丢进一个小瓦砾啊，那么因此他心痛，这里是他放进两个小白石使他背痛啊，而捡出来就没事，那么完全一样。这是法进禅师的事情啊，其他的有关各种灵异不说，这个人呢一直到隋朝的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才入灭。那么大业十三年呢，西晋的617年，西晋617年入灭啊。那么他入灭的时候究竟有多少年岁不得而知，他文字里面没有细说啊。这是水罐和尚就是指这一位，而地方也是在绵竹，与这个圆觉法师讲义里面所提的水罐和尚没有名字，就是法进。那个实用词典呢，佛学实用词典水罐条下也是指的水罐和尚，就是没有写名字，而他是引用楞严经水罐的月光童子那一段文整个把它写进去。那么就是说明中国的水罐和尚所成就的跟月光童子完全相同啊。但是讲义里面所说的，因为有道寇就是叛徒啊，要来破坏绵竹，要伤害绵竹啊，那么由他入罐看到绵竹整个变成水啊，因此就没有伤害到这个绵竹的人了。可是在历史里面没有这个记载。另外还有一位，因为他写后梁啊，因为后梁应当是另外一个人啊。另外还有一位也是一个法字的名字啊，叫做法聪禅师，聪明智慧的那个聪，法聪禅师也是不但是会修水罐成就，而且火罐也成就的人。这个人呢在高僧传里面有名字啊，他法名是法聪，在家姓梅啊，我们吃那个酸梅的梅啊，望梅止渴的那个梅啊，他在家姓梅，是南阳的新野人啊。那么他8岁就出家了啊，那么后来呀他就在襄阳的伞盖山有一个白马泉，在白马泉那个地方啊他建立一个茅棚，进去在哪里专修水罐。
他开头用功的时候才不过是二十多岁啊。那么在这个陕盖山修水观，那个时候据说是二十五岁，哎，那么等到他水观修成不晓得多久，大概没有多久就已经成就，因为他还是在后梁时代啊。在高僧传里面说，梁的景安王，景朝的景呢、啊、景安王来这个陕盖山要来参拜这个法通禅师，他不晓得这个法通禅师是个怎么样的人，就是闻名而来，慕名而来，来到这个陕盖山啊很远的地方，能望到这个陕盖山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满山都是火呀，满山都是火啊啊，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满山是火啊，是不是着火了，看了一会儿啊，火没有了，没有了变成什么呢，变成水，满遍这个深谷里面通通都是水，火灭了变成水，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水也没了，没有水之后才看到这个陕盖山下面的那个法通禅师住的茅屋啊，那么他想要进去呀、啊、马没有办法进去，一直往后退啊，他知道这个不能去，马不肯进不能去，就回去自己觉得也许自己有什么地方物有问题啊，那么第二次再去又是一样，马不肯进去，因此他很惭愧，这个地方必定是圣者，不能以不干净的身份进去，回去呀、啊、斋戒沐浴换新衣，然后连马都要洗干净，然后才去，第三次去才看到，第三次啊，第三次进去那个水火灭掉之后啊，看到这个金色，然后啊到里面去啊，去拜见这个法通禅师，问刚才的情形，为什么先火后水，后来连水都没有，这个原因何在啊，法通禅师跟他说，他说我呀入定的时候先入火观，火一样可以修观了，他的火观也成就了，因为他修火观成就，所以他入火观的时候啊满山都是火啊，他入火观稍微一下子他就又收起来了，就修水观，他一入水观的时候满骨子突出，整个都是水啊，等到他出定了，那么当然水就没有了，那么这是第二位修，不但是水观成就，连火观也成就，但是这个去看的人是景安王，不是寇，不是讲义里面说的寇，是个景安王，地点也不是在绵竹，而是在襄阳，在襄阳的陕盖山啊、嗯、那么这个地点也不同了，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去看的这个梁的景安王啊，因为他讲义里面写的后梁，很多人误会以为是唐朝以后啊梁唐景汉究的这个后梁，不是的，相差几百年了，这个后梁是指的南北朝南朝梁武帝之后另外一个后梁，而这个梁景安王啊也不是指那个后梁时代的景安王，去见法通禅师的景安王那是梁武帝的第三个儿子，叫做萧纲，昭明太子是老大呀啊，昭明太子为太子的时候，那么第三个儿子萧纲啊就封为景安王，就是景安王啊，他封为景安王的时候就是住在这个襄阳啊，因此之故啊他也学佛，
可能是闻到伞盖山的这个道场的俗身想要去参拜，由这个因缘去伞盖山去拜访法通禅师。那么这个梁的景安王是应当是还是萧纲还没有做皇帝之前，还是景安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到山上去见法通禅师。后来梁武帝死了，梁武帝做皇帝做到86岁，被这个何进逼死了，最后20死掉之后啊，那么就是接住这个地位的是简文帝啊，本来就是这个景安王啊，应当是指的这个简文帝啊。因此之故啊，书本上历史上记的后梁啊，是梁武帝之后，梁元帝啊之后啊，另外有一个后梁。这个另外一个后梁为什么历史上不记载他呢？因为他是投降北魏的，投降北魏的啊，这那是梁玄帝，梁玄帝，梁玄帝大定年间啊。那么这个梁玄帝大定年间呢，就是叫做后梁，而这个后梁继续呀，有33年的历史，啊，一直到隋朝开皇7年呢，才被隋朝灭掉。那是因为他投降于北魏，就是后来变成西魏啊，那么又成为这个后来的北齐、北周之类，啊，那那个时候经过陈武帝那陈朝一段。这个梁玄帝的那一点点后梁的地方啊还保存住，一直到这个魏亡了啊，齐州也没有了，成为隋朝统一天下以后，那么这个后梁才灭掉啊。那么因为为什么说到这里来呢？因为这一位法通禅师啊，他入灭的时间是历史上写作梁大定5年，梁大定5年，而这个梁不是梁武帝那个时候的梁，而是后梁，后梁就是梁玄帝，梁玄帝这个年号第一个年号就是大定，大定5年呢、啊，有西历559年，西历纪年559年，他在西历纪年559年。梁玄帝的大定5年，实际上那个时候南朝已经是陈朝，是陈朝陈武帝3年，559就是陈武帝3年，那一年这个法通禅师入定入灭，法通禅师那一年入灭就在伞盖山，他入灭的时候92岁，92岁啊，从25岁在伞盖山。一直到92岁入灭，这段时间都是在梁朝，啊，所以因此这个前面说景安王，有的时候会被误会，这个景安王是指的这个简文帝之外，另外一个景安王萧方智，是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一认为是梁元帝的末代皇帝萧方智啊，那萧方智也是封过景安王的，所以这个同样叫做景安王啊，同一个朝代有两位王都是叫做景安王，很容易使人搞错。因此我们以时间来比对，详细校对出来，认为这个景安王一定不是萧方智，不是元帝的以后的萧方智，应当就是梁武帝死了之后，接下去的那一位就是简文帝，简文帝就是萧纲，简单的简文武的文，就是梁武帝之后就是简文帝，简文帝是很可怜的，他的命脉都把在这个何进的手里，很可怜。那么有关历史的事情我们不谈。那么由此可见呢、讲义里面所说的水灌和尚，他很像啊把两个事情混合起来啊。
而且把这个法聪禅师的故事搬到绵竹去，而把这个景安王把他看作寇，这差远了，相差太远了。我不晓得他这一段记载是根据哪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查遍所有关于这一类的历史的文字啊，都没有查到，其他没有一部书记载说这个绵竹的水罐和尚因为寇盗来了他就入水罐而把这个叛徒把他赶走了看到水不敢进去然后走掉了。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我建议国防部叫他们那些大兵啊好好的去修水罐修火罐，不用打仗也不用黑子，一入罐成了，他们就不敢来了。你不要管什么，灌火好了，灌一个火罐，看他们怎么进来，这不就行了吗？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因此啊，我认为这个讲义里面讲的，我只好存疑了，不晓得他从哪里搞出来的东西，因为在这个《高僧传》里面，这两位会入水罐的这个高僧他都没有这回事，而尤其这个伞盖山的这个法聪禅师还没做解文帝之前是景安王的身份去见他的，而且还要斋戒沐浴自坛恭敬才能见得到，否则马还不能进去的可见佛法以恭敬心至为重要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要讲历史了。有关历史方面你听到这里前面讲的两位水罐和尚都是到了隋朝或者是到了陈朝这个时候就入灭了我们楞严经是到唐朝唐中宗神龙元年才翻译过来的，那个时候已经西晋的705年了，相差两百多年，他们没有看到楞严经啊，知道吗？这不要又是把历史啊，把历史左右搬了因为他们两位都没有看过这个楞严经像这个法聪禅师他西晋的559年就入灭了，而这个楞严经是705年才翻译过来啊，那过了100几十年，将近200年这个经文才来，他怎么知道修水罐啦？他怎么会修水罐啦？没有问题的，我跟你说，禅法里面有一个叫做十遍处定，十遍处，九遍的遍，处所的处。十遍处定啊，就是青荒池白地水火风空湿，这十样叫做十遍处定。青荒池白是关于颜色，用颜色修观。地水火风跟空跟湿，这是以心依这个依境去修观。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可以修观成为入定的方法老早就有了，不要等楞严经来历史上这个要搞清楚他老早就有了，楞严经没有来之前他已经有了。为什么呢？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里面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都有说到所以在隋朝智者大师那个时候这些定功啊都是非常普遍的，古人真正修定都是真正下过功夫的就是根据修法一直在做不停地做，按照这个真正的修法去做，那么另外有扶持的人让他修行成就。所以呀唐朝之前有很多高僧依这个定功去修成就的不会少，而这历史上有记载的我们只在《高僧传》里面看到这两位，我们相信必定那个时候成就这些十遍处定的
或者是水、火，甚至空、是都能成就啊，恐怕这个《高僧传》里面呢、啊、没有查到，没有发现，没有把它记载起来而已，很可惜。我相信必定大有人在啊。那么到了唐朝六祖以后啊，才变成啊宗门下参禅的方式啊。那么以前呢、啊、差不多都是修的如来禅，修止观啊，或者是修这个十遍处的心意，叫做十一切处，十一切处啊，一法便于一切法，所以叫做十一切处定。因为这个十遍处定啊，老早就已经传来了，楞严经没有来之前，这个十遍处定老早就有。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法净禅师、法通禅师啊，法净禅师的水观成就，人家称他叫做水观和尚。凡是书本上记载说水观和尚，不是指别的，就是法净禅师啊。那么法通禅师不但水观成就，火观也成就，他火与水可以同时观啊。火观了过了之后，火观收起来就观水，那么也许他还有其他的观门都成就都不一定啊。这个人的定境必定是非常之高，所以他入灭的时候就在坐住入灭啊。他入灭的时候，他只伸出两个手指，伸出两个手指，那么很可能那个时候也许在这个所修的这个断烦恼的次第上，也许他是正道二果啊。但是他的这个水火定啊，老早就已经成就很高的境界。那么他25岁住在伞盖山，那个时候景安王去啊，去见他的时候，他顶多也不过是30几岁、40岁左右而已。所以可见这个人必定是多生修来啊。那么他这一生很快就成就，而且他8岁就晓得自己自动的出家，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看有些书本呢、啊，往往在历史上让我们怀疑的地方，就是刚才看到这个圆云法师讲义这一段文啊。如果按照他的这个原文所说啊，我们去查其他的就没有这种说法。所以按照《高僧传》里面所说明的，我们可以明白他所说的很可能把两种事混为一谈，而把王看成寇，那就相差很远了。为什么会融成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到长吉光去请问圆音老法师啊。那么只好根据历史事实记载拿来做啊，做研究做参考。真正的历史是如此，按照我刚才说的啊，讲义里面所说的，我是没有看到第二本书这种的说法啊。也许书有未曾经我读啊，书很多啊，我没有看到的太多了。也许他所写的是我正好我没有看到的书，也有可能。我不敢说这个事情一定没有，但是看起来很像是两样事情混为一谈，甚至把伞盖山搬到绵竹去啊。这是有关修水观的正言的说明，说到此为止。接下去的下文文字不多啊，我们把它下文说完，那么成为这个水观的一段落啊。看出经文，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方得往生。月光童子说，他从此之后经过亲近无量无边诸佛，那不晓得亲近过多少佛了，无数量那么多啊。到了后来亲近这个山海自在通往佛，有人也把这个山海自在通往佛把它看作这个35佛、53佛、88佛里面有一位叫做山海会自在通王佛，他有个智慧的慧字，这里没有啊。所以我认为不可能是哪一位，不可能是88佛里面的山海会自在通王佛。因为一方面他少了一个慧字，这里没有慧字；一方面他是在无量劫前的事情，不是现在，可能啊与88佛的那一位
山海会自在通往佛是两位佛，不是一位啊，不要看认为一定是哪一位啊，不有些注解是指代边，也有说不是的啊。到了这个山海自在通往佛的时候，他清净，他那个时候才忘身，就是身的观念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我执完全断了，没有人我执啊。不但没有人我执啊，他的这个水观成就啊，法执也消失了啊。以十方界诸相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这个时候跟十方世界的所有的相水海一些水分啊，它的体性跟真空完全相合，就是前文所说的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没有两样，无二无别啊，没有差别。今以如来的统真名喻菩萨会啊，我现在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如来指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法座之前成为菩萨的阶位，统真是菩萨位的一个名称，就是这个十住十行持回向里面呢也有一个统真位啊。那么他参加在菩萨的阶位的法会当中啊，成为佛的法王子之一啊。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人圆满菩提，是为第一。佛问大家怎么样的证圆通，以我月光来说啊，我观察水的性质只有一味，同样实性啊，它能流通在十方世界无处不有啊。那么由此修水观啊，以内水与外水打成一片，心水与这个水的实性打成一片啊，由此得到无生法忍，证到无生的果位。那么由此将来，由此可以圆满无上菩提。圆满菩提的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究竟佛果。意思就是说，依水观修行，能破我法二执，由此而道成佛。因为他的老师水天佛就是修水观而成佛的，那么月光同志修水观，将来一样可以圆满菩提，一样可以成佛。所以由此修水观成就破我法二执，断烦恼，证菩提，成就无上佛果，这是我认为最方便最好的方法，思维第一，这就是第一个最好的方法啊。这是月光同志的看法，认为修水观可以由此证到究竟佛果啊，最起码现在可以断烦恼了生死啊。由此可以知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啊。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啊，这里的水观呢、啊、跟十六观经，就是观无量寿经的水观不一样，不一样，不要混为一谈啊。这里的水观就是以水为观，无量观无量寿经的水观呢、啊、它是因为要观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因为要观琉璃宝地呀、啊、借水为前方便，先观水啊、就把这个大地观成水，观成水，水是透明啊、琉璃是透明的，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要直接观很难，先观水，水观成就之后，然后把水变成琉璃啊，从水变成琉璃，成为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所以观无量寿经的水观是借水为观而成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啊。这里是以水为修行的法门，由此去向于啊心水合一啊，心识的心地跟水的性质完全合为一个，由此啊断烦恼成菩提啊。所以观经的水观是由此修行而去向于极乐世界的观成琉璃宝地的这个前方便，水观成了就可以观这个琉璃宝地，就把水变成琉璃宝地，这个情况跟这里的修法不一样，要搞清楚。那个水观是前方便，要观极乐世界的前方便而已，等到水观成了，观成琉璃宝地了，那个水就消灭了，也就没有水了。
不用水了，以后也不再灌这个东西啊。就像修其他的极乐世界的衣帽灌门一样，等到灌成了啊，就是极乐世界啊，不是把自己身体跟水分为一个，不是这样。这里是把水跟自心完全要打成一片啊。这个办法呀，我在其他的书本里面有看过，有一则故事啊，说修水罐啊，假如你在天气太热的时候，他叫人修水罐啊，这是一个办法。怎么的？天气很热，热得简直受不了，你把腿盘起来修水罐，眼睛闭起来想周围都是水啊，不用冷气啊，不用冷气，这是心里面的冷气，不用冷气，这个罐修成了，周围都是水，当下清凉。天气太热，热的没有办法，一个办法修水罐啊，可是这个并不容易啊，虽然不容易，要肯下功夫，有成就的可能的。那么反过来说，天气太冷了，冷得受不了了，怎么办？修火罐，灌火，周围都是火，熊熊烈火，怎么会冷啊？冷不起来嘛，啊！这是叫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治这个现在这个五浊世娑婆世界的苦恼的对付方法，也可以呀、拿来应用一下啊。水罐说完了。接下去是风的风大的圆通，留下去讲啊。